下班，下班，下班，下班。完了，这鞋真不行了。喂、哎，我操！传染忘记充电了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那咋整？还能咋整啊？退回去呗。你退？明天不上班了？听哥的，五星级酒店住我没？咋样？我还是退回去吧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呀。老板，安排个上房。大床房50，太贵了，49。我没带身份证啊，这地方要什么身份证啊？土鳖。我操！谁他妈拉屋里了？我去，牙刷毛巾一个没有啊？你没带吗？行了行了，别气了，哥请你吃大餐，红烧牛肉、老母鸡汤，选一个。别气了，来点红的。这红酒还倒沫子呀？你晃一晃，年份短不挂杯。这他妈是屌丝饮料啊！他不住了，明天迟到罚300。